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徒回来了，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就很稀奇。但是没有人问这妇人你要什么，或问耶稣你为什么跟他说话。那妇人撇下了他的水罐，进到城里去。好，跟我过来。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，难道他就是弥赛亚吗？所以他们就出城去到耶稣那里。当时门徒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请吃。”但他答道：“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”门徒就彼此说：“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吗？”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并且完成他的工作。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现在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到工资，也积蓄五谷，直到永生。是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，这话是真的。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。我派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却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。”因着那妇人做见证的话，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，那城里就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。于是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了耶稣那里，求他和他们同住。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。因着耶稣的话，信他的人就更多了。他们对那妇人说：“现在我们信，不再是因为你的话，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。”